今天要开箱什么？盘子宝，那个鼎鼎大名的龙虾盘子宝吗？噔噔噔噔，其实很漂亮，老实讲，385块吃不饱。嗯，其实很简单，一个蟹啊，然后生菜加沙拉酱，就这样，就是汉堡酱，这样385。噱头啊，噱头，全台几份？300000限量，熬龙虾堡。给钱的话就开始唱麦当劳之歌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哦，嘴巴白白的、哦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可是好贵哦。那我赶快再吃一口。15块飞走，看一下它的横切面，哦，都是菜，跟外面便当店卖的那个卤蛋一样的道理。我现在感觉像是一个超级韭菜，就是当韭菜的感觉，好噎，削烂，被削烂。